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爱旅游的小颖。油饼和烧麦相信大家都听过，但是油饼包烧麦你们听过吗？今天就跟我一起去尝一尝吧。看着长长的队伍，除了像我一样好奇的外地人，少不了本地人的功劳，可谓是实打实的网红店了。这里是先在中间下单收银，然后凭票取餐，一份油饼包烧麦是9块钱。要开动了，刚炸好的油饼金黄金黄的，用筷子戳动，再用铲子划开，放入三个刚从蒸笼中取出的蒸得软糯的烧麦，然后趁热咬一口，真的是绝了，这是谁想出来的神仙组合。外面的油饼薄而脆，里面糯米皮的烧麦滚烫多汁，混合着香菇肉丁和黑胡椒粉的厚重味道，油饼为烧麦丰富了口感，烧麦又压住了油饼的腻感，真的是绝了！谁也别拦着我，我要待在武汉不走了。最后温馨提示大家，这种小吃高油高碳水又重口味，饮食清淡的宝宝不建议轻易尝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小伙伴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